广州北运站通车以后，主要承接大部分的普速列车，接部分的高速列车跟城际铁路，同时为广州站、广州东站的改造提供了前置条件。广州东站、广州站改造以后，将大幅度地实现高铁进程，大大改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铁路枢纽的功能及作用。 可以对到多个站台，这样也是有利于优化我们的候车空间。到了进站检票口之后呢，就可以到我们的进站通廊，在我们的门楣上设置了警示屏，让旅客更精准地找到自己的站台。